请食鲜饭系好难 hit 天我讲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志刚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月。哎，今天呢，阿拉搞一个特别节目，叫阿旺拜年。其实呢，阿拉到阿拉个上海个文化名人屋里去拜年去。今朝呢，阿拉到郭大师对邓邦先生里去。哦，听说过吧？哎，老小的辰光可以画个地怪画，四大名人侪有个，包括少年儿童帮。哎呦，讲起来个，真的是小辰光侪是看，但是从来没看到过伊本人。哦，看见本人啊，侬会得大吃惊。嗯，那为啥晓得吧？马想好了差不多。干嘛搿能？阿拉去望望邓先生。阿拉代表电视观众向侬拜年，祝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祝戴老师艺术长青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侬身体蛮好啦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呀，大家叫我亲戚呢。我半个残疾人，应该讲。那我呢，搿只眼睛嘛全部瞎脱了。那么搿只耳朵呢，听勿见个。嗯。搿么基本上第一半嘛是用上怕了，勿大怕用上了。那么就靠左面。搿么真正是左怕眼光。左怕眼光。对对对。戴老师，侬画的辰光是坐辣盖画还是立辣盖画啊？我家庭大啊，还爬了楼梯上画的。哦，现在也爬了楼梯上画。哎，那家庭大爬到顶了上头。侬想讲上海的现代画派当中，八十岁已经不在了，八十岁还能够依然在画图的，侬第一位，大姐。是的，哎，像阿拉爸爸妈妈搿种年纪的交关人哦，侪是看戴老师画长大的。现在伊拉的小人也养出来了，比方讲我。哈哈哈。搿个没啥个，其实。我生了比他早眼，这个不是一种作为可以炫耀的一种本地。妈，侬四十多嘞，像过去搿一年对伐？伊原来对象呢，拿了中国四大名著，画这个插图，伊只画了一本四画。去年对伐？居然叫伊再加，就是四大名著另外三本也叫伊画。结果伊接了这个任务对伐？一般讲起来，我讲勿要紧的，我硬撑坚持伐。一个章我再画两张，伊不到抢我，而且重新再阅读四大名著，根据一个想法，在了原来的基础上再加，也就是讲一个章我从原来两张插图了，现在完全不止两张，而且那另外三本名著也画出来了。那么刚好是你学习几天的，北京已经开始出版正式上市，据说反应老好的，那个买不着，哎。刚刚出来嘛是买不着，也没上架子了。不不不的，我们戴老师老谦虚了。我讲讲呢，搿个呢，这个是因为我前脚碰着一个最好的中国最好的一个辰光。对对。搿就现在讲个伟大的新时代，搿我比较夹紧了。嗯。那么有些我个前头个老一辈，比方我个老师啊，我崇拜个，伊拉没过碰着这个好时代。伊就假使讲伊潜在个闲话呢，伊可以比我做得更好，因为伊有这个名望了。但是可惜，辣辣伊拉个最辉煌的辰光，没发挥啦，对不？那么像我比较特别这个人呢，做了做铁工了，做工嘛就顶上去了，顶上去嘛顶嘛就比我做了。哎呀，最轻松个。当时文革刚刚结束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英文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葛末想来想去嘛，几个名头大的画家呢，也有这个或者那个问题嘛，去不了，葛末弄了我这个搿个小白子嘛去做了个铁工，做了个铁工嘛，就搿能做了嘛，我就把握着了我四大名著一个下棋好的机会。搿为啥这话呢？这个辰光，我等了北京有相当一段辰光，我红楼梦就认得了这个红叶大家。那这个是中国第一代的红叶大家，结果我才懂，我才有过接触。阿拉上海呢一个读书节，也就是上海书展。上海书展每年办一次。戴先生呢，已经从开办到现在没脱过班，每次侪有新的制作，每次侪去参加活动签名人士。我亲眼目睹，每趟伊排队排到顶上。一家子要签名，要签行样子，顶多趟侬一家子签多少？
我搿买了没买？买了，人家没去一趟，我想去两趟、三趟，我去。因为去一路去下去，搿说明人多呀，是啊，一季度好去几百本书。而且搿排队个人啊，我辣看个，勿单是年纪大个，还有交关像侬搿种年纪轻，包括小囡侪有。所以侬这个一进里头，像那个票友，侬就面老多了，对面啊。侬现在对面啊，还有搿种八零后，甚至九零后，我讲是搿种老小个。咁么现在有种年纪轻个人，伊老欢喜搿种动漫个，但呢勿一定是阿拉中国个动漫。侬哪能看啊？搿个事体呢比较复杂嘞。那么牵涉到跨行当个啦，那我总归觉得呢，阿拉现在中央领导已经讲要讲好中国故事，这个不管侬用啥个形式来话，只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，能够讲好中国故事，有更多个读者得益，葛末我讲做任何侪可以个。至于侬讲是不是画成个动漫，是我不是像我嘛不画动漫，葛末我阿拉讲中国故事，那画动漫个人阿拉讲中国故事。这一种，阿拉现在在这个新时代呢，大家要有新的起点，要有新的认识。好。阿拉在在做成功，阿拉是个文化大国，阿拉要做个文化强国。阿拉不是在中国这个960平方米，阿拉讲中国故事，阿拉到世界上去讲。因为那时候用心的了画，所以是用身心的写好画好中国故事。我个画图的艺术水平呢是有意识的，这个，但是呢，我主体呢，我自个觉着比较硬，我有自知之明。为啥对我画了介许多民族呢？我抱定那个种子，自家不要去玷污了这个原著，所以讲忠于原著。所以讲我这个搿是我绝对主义的。嗯。除脱我做读书笔记，我才细节我得了。所以讲我画的包括《红楼》《四书三国》，我第一是忠于原著。所以讲，假使讲有一点点读者觉得还可取的地方，不是我啥本事，就是我反映出来原著了。这是我都不灵的，我负责。阿拉上海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对象接触老多，人家不晓得。譬如讲，侬别去寄封信，哎，寄邮票不啦？对。贴张邮票，伊邮票画得老好的。我是镇江人啦。嗯。镇江要发趟邮票是许仙与白娘子。嗯。咁么，迭只故事是发生了阿拉镇江，阿拉老。金山寺。阿拉老家叫我画呀，咁么我对不起这个吴老乡亲们，我只好找我嘞，我那么写跟头呢。那么我那帮我印得大点吧，印得小了眼眼，我还有点有吧，不行了。那我这个想让读者看了清爽点。那么搿趟嘛，最后趟嘛就对伊拉画《红楼梦》。嗯。咾么伊拉嘛讲了，那可能是哄哄我了，讲侬画了哪能画了，通过全国性画了人，侬画了最好。咾么。搿勿好侬讲了真个，都讲了真个。咾么我也都喏，年纪老个人欢喜听搿种。好爱我，哎，好爱我了，咁么搿一句嘛，跳我上山嘞。嗯，戴老师，刚刚听了侬介许多故事，辣盖老多欢喜侬个对面里向，辣伊拉个心目当中哦，侬绝对是大家。但是侬自家老谦虚个，侬自家讲侬是民间艺人。我理解大家伐？大家这两个字，包括艺术家、大师，这个勿是一个级别，这个是群众人家对侬爱戴，搿拨侬一种尊重。并不是侬这个是啥个艺术家的，我国家没艺术家，也没大家，我就是一个认认真真做手艺的手艺人，我搿心安理得。为啥子我哪能？我辣七九年跟了中国美院从到西北去走了一圈，就所有的艺术啥块，包括我通通去看了，我看了就感动得不得了。为啥子呢？大伟大的这些东西，那不得不承认是国宝，世界级都是。那我看到搿些东西哪能出来呢？搿些作者啥人？确确实实最底层、最底层的手工艺的匠人，而且伊拉一辈子就辣这个洞窟里向，又没好叫吃，又没好叫是住，就靠那个洞里向噻，就搿能画。有种画，阿拉看到叫出反弹琵琶了噻，那搞舞蹈是一只反弹琵琶。搿张画实际上是辣那上千点个洞眼里，就搿能多个地方。因为你要搿能来画，要画得搿能加真，有种是大得了侬都勿得了个都，就是搿些人画成个。这个人说啥？侬晓得伊拉叫啥？没人晓得个呀，共同个民间艺人。所以讲，我七九年回来，我就刻了只图章，就叫民间，我就跟侬靠了。那么人家就搿讲，侬迭个是故意酸唧唧，是不是？好像侬自家画了好了，又是民间艺人。我讲勿是个，我迭个真个。所以讲，我现在。一直叫民间艺人，一直叫民间艺人，
介许多次数，文史馆叫我当馆员，已经三次，要三家领导叫我去当。我谢谢，我绝对不做。我讲，我只是戴了搿只帽子，我对不起民间艺人。人家讲侬这是挂狗头卖羊肉了。现在我收了一批徒弟，我讲那通通侪是民间艺人，那要认可我的，认可我是那师傅，我不叫伊拉叫老师了，叫对伐？一来只好叫师傅的。阿拉搿个传承，真正要从各方面要传承。我是那师傅，那是我徒弟，那拐脱我可以的。但是现在侬进我门第一关，那必须是个民间艺人。所以讲，民间艺人不好做啊，民间艺人难做啊。王老师，今朝来个，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戴老师求证一下，因为我看过戴老师交关搿种小故事，讲侬下大的辰光，有一个讲侬夏天下大的辰光啊，房间里勿开空调的，好像侬也是，据说讲哦，侬是赤膊下大的。哎，是，真的。侬看我有空调个啦。哎，搿么啥道理勿开空调呢？我勿好意思啊，我一个人用只空调哪能好意思呢？哦，是搿个人。哎，搿浪费电了，搿只电。一个人用只空调哪能不得？我搿个房间只空调用了蛮多，勿舍得。节约点好啊。戴老师，阿拉今朝呢代表观众向侬拜年，祝侬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，新年快乐。对，身体健康哦。大家健康，大家健康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新年好。那个新年里，阿拉心想事成。来来来来，伟大的新时代，大家做出新的贡献，谢谢大家。好。